究竟黑与猜不猜得到呢？对不起啦，我等一下，三小哦。44284Basics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轩，我是杨洋，我是小珍。今天桌子好乱哦。哎，我们收到了一个邀请，黑羽呢邀请我们一起来做就是情人节巧克力。然后我们这次呢就是会自己制作一个情人节巧克力，内馅也是自己做的哦。然后这是有规定，就是内馅都是要甜的，三样混合在一起，让收到的人猜里面放了什么。我们现在跟大家说，我们准备了什么食材 ？OK， 甜的嘛，甜的哦，蜜汁鸡排，各位，甜的吧？对呀、啊，巧克力口味鸡排，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嘿，我有试图想要阻止哦，但是这两个坚持就是蜜汁是甜的，那我们就相信它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这边准备了一个薄荷锭，糖果啦，可以，就是让你口腔清晰哦，可以清清，虽然它没人清。这个好不好？蜜糖地瓜，这个真的好吃 ，Seven 卖的，在冷冻库里面超棒。所以我们就是地瓜混鸡排混薄荷糖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巧克力隔水加热放在里面了、嗯。这个巧克力是大波乳，然后大波乳哪里拿的呢？哦，大波乳是有一天我在公司的桌子上面，哎，好像捡到的啊，捡到的，不知道是谁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所有的食材都需要加工，我正在捣碎我们的薄荷饼。好的，那我来捡这个地瓜。我本来想说负责果、哦，好，你哪需要？它已经好了。没有，我想说我可以当汤婆婆这样子，嗯。好难哦，救命哦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。想象那个人是谁？黑羽、哦、不知道，肺炎吧、啊、肺炎，弄得好，弄得好。来，这边先把它们剪碎好，等一下比较好搞在一起，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等一下那个鸡排我们也剪那么小块，全部拉在一起。究竟黑羽猜不猜得到呢？对不起啊，鸡排好香哦。来，我剪肉的地方啦，对它好一点。我帮你去骨好吗？去骨哦，去骨服务，怎么都骨头。烤伤的蜜汁鸡排真的是宵夜嘴馋的时候可以拿来吃。这个鸡肉的部分哈、哦，我帮它去骨哦。你看这个骨头，我帮你避开啦，我帮你给到好不好？有没有贴心？谁是小甜心？就是我，还是对他最好。哎，对啊，隔壁施工的大姨。直接把它声音盖掉。好的，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已经把它打成这样了。来，加进我们这个地瓜与蜜汁鸡排堆里。咦？哎，我们还是打了蛮多粉的，你看这个状态。好啦，来哈，很努力了。哎，看起来不错哦，这道料理充满我们的爱。好饿哦。像我们的呈现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真的不要吃太多哎，会绕塞。我蛮担心的，但是又蛮兴奋的。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们啦，哦。我他不能理解啦。不是，我刚刚差点整个人碰到那个桌子上，差点死掉哎。哎，用生命在做巧克力，黑羽。对啊，太感人了吧？我都要哭了。我才要哭吧？我真的想哭。捏成球吗？捏起来吗？对，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负责捏成型的捏球师。哎，可以捏成球，因为什么？那个蜜糖地瓜有那个蜜糖在外面，所以黏黏勾勾的。哇！来，你好聪明哦，你好厉害哦，怎么这么会捏球啊？对啊，你要考证照？有啊，一级吗？一袋。不知道吃完这个黑羽的屁股会不会一袋一袋？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呢，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内馅放进我们的巧克力里面。对，已经进入到产线二喽。哦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赶快放进冰块。我们放进冰块里。甩开了，救命！欸、第一个失败，完蛋。黑羽这个感觉有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两层可以，两层。好啊，来。太棒了哦！第三颗正在回粘中，哎、欸，漂亮呢！哇、哦，就我们有这种手工感哦。喂、欸，有没有要金沙？就问你们各位，啊、金沙没有裹那个杏仁块就长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怎么包装啊？就放在这里面，有点可怜。来来，哎、小心，漂亮。等它干了之后，再包装好送给黑羽。好的，期待它吃到的表情。
OK， 我们今天收到了来自黑羽的巧克力，噠噠，这样三颗，然后还有一个卡片，那我们先不看，因为上面有答案。那我来吃看看，欸，它这个也是用大波露吗？有一个很熟悉的甜味，咬不动，等我一下。有一个脆脆的东西，好难吃出来是什么，都是巧克力的味道，只吃到有一个脆脆的口感，猜不出来，饼干吗？我们咬开之后，里面长这样，应该不会放不能吃的东西进来吧？有一个咸咸的味道，但马上，等一下，鱿鱼干哦，有一个海鲜味，啊，三小哦，鱿鱼干的味道啦，啊，那个脆脆的是什么？鱿鱼干一直跑出来。换我来吃哦，这颗有玫瑰的图案，好硬哦，太合理了吧？那个巧克力脆心啊，杏仁块的那种脆度，蛮好吃的哎。那个咬不断的东西，那巧克力感觉是大波乳哎，就一开始还好，但后面会蛮好吃的，便宜的那种。好难哦，三种哎，那个咬不断的确实蛮像鱿鱼干那类的东西，但是感觉还有类似正常饼干的，可能是泡芙的皮压碎啊，还是什么夹心饼干压碎的样子，好难猜哦。但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哎，黑羽你要不要出啊？周边出一个这个好了，它会带出一点点那种咸咸甜甜的感觉，咸咸的巧克力，美败。来，有头绪吗？我只能确定有鱿鱼干，会觉得那咬起来很像鱿鱼干，因为咬不烂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有一个脆脆的，我觉得是正常的饼干呢，益美的那种夹心饼干。还有一个是有很像砂糖的东西耶，其实我觉得很好吃，它是甜中带咸的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后来那个鱿鱼游得太出来了，我的没有游出来。我们就先猜鱿鱼干、夹心饼干、砂糖、冰糖怎么样？因为它脆脆的，糖。好，怎么样 ？OK， 那来揭晓，来念出来。虎八婆祝两位情人节快乐，谢谢。两位跟我认识五年上下，巧克力当然要不一般。我加了可乐果、玉米棒、鳕鱼香丝。哈？可乐果？可乐果，好吃哎！等一下，什么口味的可乐果？蒜味吗？感觉是原味。玉米棒也没有感觉，鳕鱼香丝就是我们说的鱿鱼干。太难了，一个都中不了。希望你吃得出来我们的，我觉得我们的比较简单，因为我们把外面那层巧克力吃掉之后，里面就都是亮的。对啊，都看得到了。我们原本想说我们要做什么时候，一直忘记只能做甜的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把我们最怕的东西全部放进去，椰粉、椰奶、辣椒啊、葱啊、姜啊这种的。对啊，这个不行。但我觉得我们的也是蛮精彩的，希望你收到会喜欢，然后不要吃太多哦，会拉肚子。那喜欢这影片就是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看得到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希望就在留言告诉我们。对吧？你粉丝们 Facebook， 想要支持我们就飘远喽。那我们再见。拜拜，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 ，Love you！ 要看奶吗？没有了，没有奶，现在没有。Oh yeah.